OK，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还是这个龙宫，这也是碰到对战方的一个第二把。第一把的话是以对战方险胜啊而终结。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，因为双方的一个实力的话一般都是差不多的哈。龙卷就是一顿秒，对战方宝宝被秒飞一只，对战方旗子立起来，再出一手千速蛇。平 A 出来，对战方咋平 A 了呀？这么好的一个局面是吧？用技能呀，兄弟！我靠，观战方的一个法爆太爽了，对战方这个千速蛇很脆呀。你观战方这个秒了一下，直接把这个千速蛇给秒神了，我靠！当头6300，直接当观战方的一个人，观战方的话也就7000血，再秒来了一手双煞，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属实扛不住，对战方应该改变策略啊，利用自身高伤害的一个优势先清宝宝，而不是先选择清观战方的一个人啊！你看这伤害，我靠，挠挠没毛病。观战方就是一群单秒，哦，挂夺高连，对战方现在也是敞开手脚啊，就是一顿输出，暴击7000，对战方的一个暴击率你也还属实挺高啊，但是观战方宝宝神的一个几率也是挺高，孩子一看是吧，对战方伤害这么高，我干脆藏起来得了。对战方也是看明白了哈，也就观战方这个人一回合能给对面这个法伤一部分血量啊，所以对战方的话也是顶住压力直接秒了出来。鬼眼，对战方这一回合继续当8500，再当量观战方的一个前排，对战方拉起，再给旗子。你说实话，花果山没有旗子的话，这个神之瀚海伤害，十分不足哈。对战方当7200，对战方平 A 出漫天，哦，出漫天的话还可以是吧？但是他不是很稳定呀。看一下这把神针的话能不能创造奇迹？观战方后排宝宝贴了一手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对战方这个一速的话说实话真的是太给力了哈。观战方点飞对战方的一个孩子，只要能够点飞对战方孩子的话，咱说实话就赢了一半了，因为这个孩子的话确实太重要了。
双方都是残血。观战方先是一手抗龙，可以拽掉了对战方的一个宝宝。对战方拉地听，哎呦，对战方地听的话没用啊，兄弟，对战方地听我估计是没有感知的哈，你没有感知，我靠你，咱也不知道哈，你这手地听的话很容易把你葬送掉这场比赛。观战方一手双杀，我靠，对战方，我靠，凭实力输掉比赛呀、啊。